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走进2022年中央财经大学汉语桥线上团组项目。第三课，我的家庭。家庭成员：爷爷、奶奶、姥爷、姥姥、爸爸、妈妈、我、哥哥、姐姐、弟弟、妹妹、爷爷奶奶、姥爷姥姥、爸爸妈妈、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、我。生词一：家、家、有、有、口、口、几、几、和、和、数字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你家有几口人？我家有五口人，爷爷、奶奶、爸爸、妈妈和我。你家有几口人？我家有五口人，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和
和我。生词二，这那漂亮帅聪明可爱亲切又这是我妈妈，她很漂亮。这是我爸爸，他很帅。那是我哥哥，他也很帅。那是我妹妹，她很可爱。这是我，又帅又聪明。那是我爷爷，他很亲切。那是我奶奶，她很可爱。这是我的家，我爱我的家。生词三，介绍，一下，同学，朋友，我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朋友。那是我同学。请介绍一下你的家人。请介绍一下你的朋友。下课。